时间，还有网友爆料唐嫣罗晋在洛杉矶某学校拍戏，网友表示唐嫣本人超级超级瘦，但是脸挺路人的，罗晋比电视上帅，不过身高目测175。唐嫣出席了某活动，很多网友都发现唐嫣变胖了不少，都已经开始有双下巴，难道这就是爱的魔力？目前唐嫣罗晋在洛杉矶某高校拍摄新戏《归去来》，网友推测应该是和留学生相关的戏份。该剧着眼于当代留学生，讲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之间的缘分纠葛，直面人生旅途的矛盾和孤独后觉醒与成长的故事。